唐志军，唐志军，好帅。其实那时候蛮紧张的，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，我想说刚念自己的名字蛮奇怪，因为我平常也不会当唐志军这样子。但是你想说不会有人点开来听？对，我也想说不会有人点开来听，好帅。然后哇，然后点开。我爸爸妈妈传给我，我就觉得好尴尬。你那时候反复练习吗？对不对？没有，就一下一瞬间就讲出来。不是，你是知道那一句有录进去上传，还是你不知道那一句录进去？我真的不是不知道那句录进去，我是看到后面。所以你只是自己赞叹，然后后来发现哇好帅这样子，给自己一个信心嘛，对啊。然后前面就憋笑嘛，因为真的有点想笑，因为大家在看我。你要不要再一次原音重赛？好，好，汤。志军，汤志军，好帅！没有想过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吗？就是觉得好帅哦，引起大家讨论。没有，因为其实中华队，我觉得我不算是帅的那个，因为其实自己不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么帅，但这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鼓励，这样子。所以到底谁最帅？谁最帅吗？你 pick 教练最帅。哦，教练有很多个。唐志军，唐志军，好帅！来看我这边就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一起啊！没有，我这样子就走了，硬而已。没有，我跟这边，好来。可以好，可以吗？那还没好。其实因为是表现非常好，但是因为对上是董浩的球，所以先讲一下啊。今天自己的表现。好，那我想先谢谢大家，就是你们那么辛苦还在外面帮我加油，那也谢谢在台湾收看的大家，其实也是熬夜在为我加油。其实登上舞台不是孤单，而是有动力的，但就是可能是人家也是东京奥运金牌，那他也有他的实力在，那我也可以向他去学习。那我自己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挑战者，那我觉得就是尽力的把它做出来，就是不留遗憾。虽然说很难过，因为想继续赢下去，但其实也可以从当中找到问题，可以越来越好这样。所以你来说，我觉得今年自己的状况就是从开始就还不错，特别是刚刚的之前的64强等等，就是射出的时分都还蛮足的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自己在跟其他国家的更强劲的对手比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更？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自己出来的时候状况其实并没有到这么的理想，那可能在就是器材上有一些问题，或是动作上也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然后其实出来从排名赛自己就没有做那么好，也是从团体赛啊慢慢的去调整。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输人家，其实有时候自己的可能一些信心要更足够。虽然说我也常告诉自己我很棒，我是汤包，我可以的。那有时候站在场上其实还是会紧张，对。但是我觉得慢慢的，我觉得我会越来越好，一定会站上那个颁奖台这样子。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？因为我们看比赛内容，其实你真的是还不错，因为对手就30嘛。然后包括昨天的团体赛，其实也真的说差一分，就是比赛内容是不错，但成绩不尽理想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？输了一定会难过。那其实自己也很，就是真的很想要去赢下来所有场比赛。那其实我就是要好好去努力，就是其实运动就是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失败，不断的跌倒，才会有努力成功那一天。就是从慢慢当中可以好好去提升自己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这样。像刚刚子翔他说他没有金勇症，但他说接下来4年他也会好好努力，希望4年之后再对到干掉。那你自己呢？其实也是面对这么强的这个对手。其实比完赛了嘛，那自己就是希望可以，因为会要就是回台湾后，自己也会先回学校，就是离开国训去做调整。因为其实，在国训我也从18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大学生活。那其实教练也很辛苦，就是其实自己有3个小孩，但也非常愿意陪我在国训或是国外这样拼搏。那其实自己看了，我也觉得教练其实也很辛苦，所以觉得说人家应该要好好陪他的小孩，而他放弃他们陪他的时间来陪我们练习也是一样这样子。那
我觉得可以去重回学校充电一下，那这样子这也是我大学的最后一场奥运这样子，嗯，那我也会就是告诉自己，那未来也要好好去努力，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奥运金牌或是金优镇或是韩国所有选手，我自己也想要成为那无敌的存在。那接下来其实还有跟陈宇以前还有一个混合，没有，混合是学弟。一个比较轻松的题外话，就是我们那个你不是有选手介绍的时候在录那个自己的名字吗？然后你后面讲受到大家的讨论，对，现在超多梗图啊，网络上对啊，好帅哦！当时为什么会想这样讲？其实那时候蛮紧张的，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，我想说刚念自己的名字蛮奇怪，因为我平常也不会当志军这样子。还是你想说不会有人点开来？对，我想说不会有人点开来听，好帅，然后哇，然后点开。我爸爸妈妈传给我，我觉得好尴尬。你那时候反复练习吗？对对。没有，就一瞬间就讲出来。不是，你是知道那一句有录进去上传，还是你不知道那一句录进去？我真的不知道那句录进去，我是看到后面。所以你只是自己赞叹，然后后来发现。哇，好帅这样子，给自己一个信心嘛，对啊，然后前面就憋笑，因为真的有点想笑，因为大家在看我。你要不要再一次原因重申？好，好，汤。志军，汤志军，好帅！没有想过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吗？就是觉得好帅哦，引起大家讨论。没有，因为其实中华队我觉得我不算是帅的那个，因为其实自己不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么帅，但这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鼓励，这样子，所以到底谁最帅？谁最帅吗？教练最帅。教练有很多个。三名教练，三名教练，教练。我很好奇，就是说现在中华队现在很多项目都还在比啊，然后其实大家都每项目都有压力了，包含你也一定会有压力。对。那尤其到现在，坦白讲，中华队手牌还没出来，大家对你都很多信心。在过程当中，是不是自己可以帮我谈谈自己在抗压的那个过程？压力嘛，其实我觉得当一位奥运国手其实非常不容易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回应，或是有好的回应，但其实我们都要去接受跟看待，因为站在场上其实也是只有我们教练团们跟大家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自己跟队友的想法其实就是蛮正面的，会告诉大家说，其实看到那些其他很奇怪的话，其实就尽量不要看，或是回应他，谢谢有那么关注我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奥运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，对，因为我从小其实也是常常说我要拿奥运三金，或是万拿金，但我心里是真的这样想，但我现在也还是这样想，但要拿到这三金，其实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，跟自己的心态要去提升，对。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能到这里真的很棒。我们展明教练，教练，被点名最帅的教练，对啊，他们是最帅的教练，好吗？谢谢，加油，谢谢。